的先进小凡的负责人，咱家恭喜大家平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正做咱踮伫台湾这个所在一个宗教团体，特别伫咱台湾国家联名这个时阵，教会记者会有两项要甲大家来分享甲表达。因为做一个宗教团体，特别应该受托的是踮伫个关心、注意到人民性命的善利。咱吼听见一个神父咧讲“三生有幸，三生有幸”，意思是讲啊，袂积功德啊，做真侪好代志啊，才会当有即款的场合，大家相佮斗阵。但是伫另外一个角度，咱会当讲，这三生有幸吼，三生有幸，特别咱是期待伫个生存、生活、性命、生存、生活、生命，即三个生吼，即三个话题部分，拢会当幸福。拢会当真正有丰富，这才是真正咱咧讲的三生有幸啦。啊，毋过咱若翻头倒转来，今仔日的宗教团体，特别是长老教会，伫过去这几十年，互人比较毋是干那咧关心灵魂得救的代志吼。宗教团体毋是咧关心三天地外的代志，嘛是爱关心着生存甲生活，百姓的生存甲生活中间这个部分。所以伫咧看。马英九政府过去这一年，过来2011年，我实在担心，因为有两项代志，互咱看见见哦。第一项就是政府带头造成咱道德的败坏，甲伦理的失落。咱咧讲道德，从简单清楚一项，就是讲讲的甲做的差太多啊。一个有道德心的人。伊讲的，伊想是安怎做，照安尼照形式来做。但是政府带头，予咱的社会，大家愈来愈用迄款道德的失落、道德的混乱，迄款的情形，真侪所在讲的较侪，差真侪。啊，这是马英九政府过去这一年，啊，特别是呐，公安疫情控制以后，咱会当看到这是真大造成社会。咱今仔日讲，为什么有遐尼啊多？道德败坏的所在，这些是一个真歹的习惯。伦理失去平衡，失去迄个公平性。吼、哦，咱咧讲的这个部分，这是第一项。咱咧讲的道德甲伦理的部分。啊，第二项，马英九政府伊伫个伊运用制度、运用体制，近两年来，制度咱台湾搁较侪的对立甲拆离。啊，这毋是干呐族群中间，包括阶级、包括特定即款诶，即个对象等等遮个。啊，这已经毋是一个社会制度诶问题，迄是已经整个诶个公义拢失落吼。伫、社会公义、政治诶公义、经济公义等等咧失落，所以造成咱今仔日真侪咱台湾诶处境吼危机。所以做一个啊宗教团体。教会五万，像拄仔高顺明牧师有讲到，有真多行动的部分，是咱爱搁较积极来做。拄仔陈医生老师有提到八八水灾这个部分，亲像讲有一挂团体，毋是干那咧看这个厝起起来来听，亲像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即卖伫个八八水灾的灾区，还搁有七个工作站吼，已经一年五个月啊，即卖还搁继续咧运作。即马阁继续运作，有社工人员，啊有服务人员伫遐，因为真正需要重建的，毋是迄个外口硬体的部分，毋是主导，毋是政治的掌管者，照家己的意志想要去完成，阮当就爱去尊重着在地的住民，因的文化意愿，甲因家己本身所产生出来因的一个理想、一个愿景。迄、那个毋是你予伊个，迄、那个物件是爱予伊家，予在地百姓家己本身来产生。啊，若无，这就是咱个倒转来讲，政府带头伊通过伊所掌管个，通过制度来拆伊，啊来制度搁较侪个对立，这实在是咱今仔日社会啊感觉真，毋是可笑个尔吼，感觉真悲哀个所在。所以上尾咱毋忙。台湾基督教会成做台湾国家联名的一份子，
一方面希望台湾国家联名这个宗旨，这个国家咱会当早一日正常化，啊，早一日建国完成。但是另外一方面，每一个台湾国家联名的团体，包括台湾基督教教会，用国家最行动去无共款的领域，咱来促成咱这个意向，这个理想会当早一日完成。多谢大家。我踮徛在农民看见十八拍啦。马英九要做总统的时候，讲伊食台湾米，啉台湾水，应该人因过来这个韩信，温州我嘛会食了做三节王的时期，去把迄个乌巴桑会说一下。到底阮在这些人在米吼，规档案拢无调整，无哪件像今年风太哦，风太早个报道嘛也未必出来。要来输讲偌钱，几成几成？那风台是全面顶的，要播一部分有，一部分无。这款对阮农民的极歹是，哦，甲讲出来变嘛唔可以，交人交债所有落去，哦，所以你若讲真的政府对农民，对这十八趴，阮做事人爱死啦，爱是安怎爱死？你著家己无觉悟。选票，你这些人经济不好，选票一票人五百一千就起来，所以你在公家天热地热比着，哎，原来我上好，啊，所以政权那别人个，伊无要在，选了就要在吃，吃饭吃了，那是迄落搞嘞，搞上不着，你会你就欠落只，吃了要再来抢，你也无在家。狗就不受伤，狗你若米回家，不是买来对，又买，所以讲动物都唔分别的个人，所以想讲这些人对国家无贡献，可能嘛无功劳嘛可能，像当时百万大军来台湾时，咧食米，拢总这些人，结果这些人去咧给人家，啊，食了嘛是无咧花花多少，所以即个做事人是真戆啊！只要想讲，咱米给人吃，人要在税都消，无当紧做选票要做选好人，一票一千块、五百块就去啦。所以政权也提袂着，你讲到提了如何？哦，干那即摆我是哦，想讲这选举的所感觉的，民进党来的这候选人，唔通收钱，家己小我。哦，提醒家己，看上较人较适度，较民意较好，随时选，唔通累多啦，袂用买，有条来啊，搭牛尾搭到老岁了，伊啊要叫人选落到面，伊又讲伊歹话，伊嘛无要插。因过啊，阮台南县在选举的时，选县长这是过去啊，因国民党来做，伊要想讲吼。伊若做了，我来当白当哩，不如卖啥物好了算。哦，我后摆我要出，有这款哩，人家去也讲有危险，讲买啊，买到那边就买，到尾也就全部归票算。今摆后日出吼，还佫食了，还佫输国民进党，佫输二十几万票，有这款哩，所以。民进党来的国人吼，我也较自觉的，唔爱安讲一项要总统啦、立法委员啦，要使烧钱到行，安钱之间搭到老岁了滴。哦，政权啊提袂着，你就安怎来讲无效。哦，如果要插，是我遮啦，咱是哪边是讲我做总统啊边怎，你边怎，是我调来边怎，调来是啥？你卖一句嘛是安，你就讲是嘛是讲，我来调边怎，你插我。哦，十八拍咱只建议啊，伊也就安在调整公告以来，我这些人不然当七个拢不调整，哦，伊嘛是咱当公职人，哎，十八拍了，伊嘛要调整公告以来薪水啊，啊这边啊，有法度，有法度，有法度是干政权在当过啊，但有人有法度尔，哦，所以个人吼，咱自己真卡还是咱在社团在吼，是会当造化兴化恶尔。到上，哦，以外提供一挂资料，我民进党在候选人甲在
吼，谈建议员，议员无多，吼，好，等下大家吼。今日咱是足足无闲吼，咱今年有四大活动，四大活动，其中一个活动连续真久的举办，第一活动是28吼，28活动咱有游行，到足侪活动吼，啊，即由咱的家庭团体。啊，28，即组织有关的组织合办28的话，28的活动吼。另外3月19，咱有另外一个活动，就是海外世界台湾人大会甲每一个组织台湾国家人民合办的第三次国事会议。今仔日国事会议地点伫即台湾大学大院的国事会议厅举行。第三次国事会议的主题是坚持台湾建国，开展国际空间。伊筹备会中间伫华盛顿开，我有去参加。照因的意思是讲，即、這个看到即摆我都选举甲足侪活动，啊，甲候选人甲党诶无伫坚持台湾建国即观念，所以当然要甲再度表示讲，咱来坚持台湾建国，台湾到希望。另外，开拓国际空间是讲咱台湾前途甲国际关系有关系，特别最近。伫即个北韩的事件，以及钓鱼钓台的事件，或者美国、日本、甲韩国，但相当的紧张，一寡政策有一寡咧调整改变。所以即摆有要请一个美国的学者，一个日本学者来说明，甲咱共同来开国事会议来说明，安怎坚持台湾建国，安怎开拓国际空间。哦，这是3月19，哦，另外是即个1971年联合国。对台湾，会对中国实惠的决议吼，影响台湾有真多吼。1971年的联合国问题，就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国的问题，到这段40年，40年来这个问题影响咱真多吼。到底影响到安怎？1972年当初台湾的政府的立场是安怎？正对，咱有要办一个座谈会吼，咱这希望伫这暑假的中间来办，头前可以办一寡先办一寡座谈会。啊，最重要的是，今年是台湾摕到主权60周年，是1951年旧金山合约签约的60周年，拄啊一假期，这足重要。1951年诶，这个旧金山合约签约以后，台湾诶脱离日本，取得咱的主权。伫50周年，就是10年前，2001年。美国政府甲日本政府伫旧金山有办一个座谈会，伫当初签约迄个奥佩拉 House 办一个座谈会，我有去参加。因伫遐对这个1951年旧金山合约签了，造成哦东亚太平洋的这个和平的状况现状维持，因有一寡检讨吼。啊，即马经过10年吼，咱台湾伫遮，我来爱办一个大活动，特别。计划中是要请甲民进党会当合作，咱来办一个大型的游行，9月初8来宣示咱台湾的主权。我最近是我拄仔咧讲去啊，华盛顿了，我属于旧金山，旧金山同乡，伊嘛伫迄个所在要办活动吼，这是咱今年啊四大活动吼，来也是要对付国民党所谓什么建国100周年的什么办。百年精彩有诶无诶款诶代志吼，咱来出现咱台湾是一个独立诶国家，啊，反对台湾是一个中华民国，什么建国有诶无诶莫名其妙诶一挂活动吼，啊，这是咱今年诶一个展望吼，咱刷落。